而且它有脚，而且很多毛。它咬人吗？可能会舔你，可能会舔你。我打的车好像到了，要不你们先录，我先走了。子宁，就是你要找到那朵花，然后并且拿出来花。就是说，反正这里面这东西它不吃素呗。它吃素，它是吃素的。但是花能放在里边，它肯定没吃嘛。逻辑鬼才，所以现在是在睡觉是吗？来吧，子宁，你感受一下吧。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勇敢一点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唱歌唱歌，子宁记得唱你的新歌。我新歌是啥来着？怎么唱来着？忘了，忘了，忘了。没事，还很远，再往下一点。啊啊啊！他咬我！啊啊啊！他咬我！他咬我！哈哈哈哈哈！怎么回事？不听话、啊、这个怎么会咬人呢？你他刚才是不是咬我了？就是他跳起来了是吗？你有触碰到他，就是他可能想和你亲近一下。没事的没事的，相信我。勇敢一点勇敢一点。花在哪边？左边。要记得唱歌，子宁。唱歌啊。唱不了。在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，你右边一点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在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在右边。哎呦，哎呦！啊啊！等会儿，我碰到什么东西了？它的毛，它的毛。毛？对。对，它的毛。对，就是它，就是它。你摸一下，它是什么？左下方。哇，子宁的手发抖了，已经。抖到不行，手都颤抖了。哎，亲爱的，你要唱歌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我摸到他胡子了，是不是？是。小心他会动哦。那花儿在哪儿啊？下边，下边。往左边一点。左边。往前面。好，往前，往前。对对对对，抓他，抓他，往下，往下，抓他。这真的不是他的牙吗？我真的觉得这不太对，你们是不是啊？好，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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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接抓他。对，就是这个 ，hold 他 ，hold 他，加油，勇敢，勇敢，勇敢，没问题。再往下一点，再往下一点，差一点点。打歌，打歌，最后打个歌。你不亲而我不散，你不亲而我不散，有我在。哎，你要不要看一下里面是什么？就是有毛、有刺、有胡子，但我真的摸到它牙了，我觉得。那你觉得它是什么？兔子吗？刺猬？刺猬。我想它这个动物本来有这么大，但它现在只有这么大。豹子，豹子，豹子能塞在这里，这是个魔术箱吧？来来来，你看一下子宁，你看一下你刚刚摸的是什么？大胆的看，大胆的看，大胆的看，羊啊，就这么一只小羊。好羞耻啊，我天哪，能不能剪掉？